下半年，海康威视通路基地一期竣工投产，占地面积370亩，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。基地目前正在使用的海康 AGV 将近800台，涵盖了仓库、车间、产线的 AGV 需求，覆盖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，满足了日产值近1元的仓储物流需求。我们超过5万平米的成品物流中心配置了160台海康机器人，实现每天5000单、超过10000箱货物的出库。与之前人工库操作比起来，使用海康 AGV 系统，成品库人员减少了58%，作业效率提升84%。通过整个系统的实施，满足了物流中心的整体需求，大大提升了现场交付行李。